但成为青春期，往往伴随着无所适从的焦虑，所以大多数青春期少年们都会陷入对偶像的迷恋，以缓解焦虑的情绪。别误会，我的偶像不是这些歌手影星，我的偶像就是他。零零七，你真是花痴成精了，你竟然去报考医学。爱情不分专业，梦想一定能照进现实。总有一天，我也要成为像他一样优秀。人生就是这样，总是在你踌躇满志的时候，给你一记响亮的大耳光。你以为我会被这小小的挫折困境吓跑？哼，那你就太小看我的名气了。是我的理想。